哎，东哥，我跟东哥连了，啊，我跟东哥连了，连麦，呆啥东，请升级至最新版本后连麦，我连不了麦，你要不去升级一下吧？我升级得下去了，得关直播。我问一下。啊！东哥，哎呀！我为什么连不了啊？我咋连不了啊？他们得升级那个啥，东哥不好意思啊，他得升级那个啥，得升级那个就是最新版本，咋办啊？哎呀，东哥，打个电话给他吧。打个电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东哥，不好意思啊，东哥，哎呦喂，我的个妈呀，真的是，中途离开会儿，我不可能离开，我离开升级那这个就断了。嗯，怎么？咋整啊？完了，哎妈呀，完了。嗯，吴宇恒真的是，嗯，我先我要不打个电话给吴宇恒吗？我先打个电话给东哥，这个东哥真的是对不起啊，东哥，不好意思，哎呦，完了，小心屏幕，哎呦，东哥，不好意思啊，哎呀，我连不了线，我的天哪！直播之前把那个手机都更新。哎呀，我忘了吗？不是，你干啥呢？在哪呢？在家呀。我给家里头吗？不是。嗯，你干啥呢？我这准备那个刚吃一口饭，准备去洗个澡。洗个澡？你不是啥？你搁那洗澡？我跟你说，他本来说不想来我直播间的，然后现在就还是，就哎呀，还是拿我当弟弟的来了是吧？他没洗头呢，是不是没洗头呢？没洗头啊？是吗？哎呀，你没法看到他了啊！没事，下次吧。今天没吃了，下回呢就是提前的，我就是光收拾一下，就是以最好的状态出现在我们小星特的直播间里。对。哎呦，你搁那看我直播呢吗？我这不语音的吗？哦，看不了啊。哎呀，没事，你知道下面评论都是啥吗？东哥，欢迎回家。哎呀，没错，603。你东北口音啥情况？我跟你们说，东北口音有一部分是因为他。嗯。主要是刚来的时候，你就是一口纯正的东北话在和我对话，我一度甚至以为你就是东北人。对，然后后来就是问了来自哪里啊，来自温州，然后一口东北话。张先下把那个，我想问一下，就是真的、嗯、不行啊，60万人就没了，他们让我下了重新来呀，重新开。哎呀！他们再推，还会再给你推一遍。行，那我先下，然后你到时候就来我直播间啊。行，挂了啊。好嘞。嗯。气死我了！我得重新开。哎呀，那我重新开吧，气死我了。等着啊，等我一下子啊。气死我了。
要下播了。OK， 那我就先下播了，朋友们。然后大家一会儿可以去看一下我的那个微博啊，因为我要发我的毕业小作文了，好吗？记得来看我的毕业小作文，好吗？拜拜，我下播了，再见。谢谢今天的500万个人，500个人啊，谢谢啊，谢谢500个人啊，希望下次有600个人，好吗？啊，谢谢你们520，哎，520可以下了，再见，拜拜，521吧，哎也行，拜拜，321，关了，记得去看微博啊。